昨夜今晨，吉林省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侵袭，暴雨都下哪儿去了？以雨为令，各地如何应对？这个雨夜又留下哪些忙碌的最美背影？全国多地上蒸下煮，大美吉林却享受22度的清凉。夏日里，这里有不打烊的滑雪场，有400羽白鸽齐飞的文化广场，更有手绘长春映射的人文情怀。这样的家乡，谁不爱？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迎来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不认命不服输，国产动画电影在逐渐崛起。从最丑哪吒开始，我们能否期待国产动画开启封神宇宙？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声，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新闻杂志节目今晚，我是高原。今天是2019年7月30号星期二，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保持互动，进入今天的节目。昨夜今晨，吉林省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侵袭。根据监测数据，从29号8时到30号8时，吉林省大部出现降水，中部地区雨量较大，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全省平均11.8毫米，其中四平地区降水已达167.7毫米，平均降雨长春最多，点降雨量前10位，四平地区占7个。这雨到底有多大？咱们来直观感受一下。已经看不见我鞋了。看看啊，这是银座国际门口有一台出租车淹到水里了，看有好几台私家车，看有没有认识的，赶快往群里发一下子。银座国际门口这台出租车，现在这个一场大雨啊，不经意马路的同志注意了，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水比较深，那边。今天早晨，主雨区维持在松原东北部、长春中东部、四平东部、辽源通化一带，吉林白山和延边东部有分散性降水，降雨带运行方向一路北上，与此前气象部门的预报基本吻合。降水来袭，吉林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积极行动，做好防御工作。我们的记者也连夜出击，兵分多路，发回现场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5点10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省防止指挥中心。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遭遇了持续的降水过程，主要的降雨带集中在四平、长春一带，部分地区的降水超过100毫米。目前降水最严重的地方应该是四平市的铁东区。从昨天夜间开始，长春市的部分地区也遭遇了一定的降水过程，部分路段形成了一定的路面积水。从昨天夜间开始，省防止24小时值班待命，在有雨情发生的地方及时核实数据，来预防险情的发生。暴雨中的长春，以雨为令，成为防汛抢险人员的口头禅。不过四个字，分量超千斤。为了积极应对此轮降水，长春市城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在29号白天就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防汛任务，并提前做好城区排水隐患排查工作，及时清淘疏通排水设施，及时清理阻水垃圾等等。2000多名防汛抢险人员在指定防汛位置进行彻夜驻守，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工作。交警、环卫等部门连夜出击，力保道路交通安全和市区排水畅通。截至7月30号清晨，长春市城区降雨比较平稳，城区内没有出现较严重积水情况。这个雨夜留下了他们忙碌的最美身影。现在是29号晚上的11点55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长春市正阳街和破卫大路的交汇处新城五元广场的门前。前两次降雨啊，这里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积水。那么今天现在我来到这里时，我看到现在这个雨水啊，顺着这个路，已经快速的往下流，顺着地势，不知道一会儿积水会怎么样。那现在我看到我旁边有两位这个市政道路这个维护工人呢，正在这里把这个井盖子已经抬起来了。
我们现在采访一下。你好，我是吉林广播电台的记者。哎，你好。哎，你好。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排水措施是什么？现在排水措施是把井盖周围往外排水。那我们这个地方，经常涝吗？对，经常。这是绿园区最严重的区域点。那我们现在大概有多少人在这工作？3个工人。3个工人，那干到什么时候呢？以雨为令。以雨为令。对，雨停我们就停。啊啊啊！那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井盖子抬起来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吗？现在就是把4个路口的井盖全周开，让它大排量往下排水，快速排水哈。对。那我们这一宿就在这站着？对呀，就在这站着。师傅，您在这站了多长时间了？得有后半月吧。你几点来的？5点多。晚上5点多就来了？对。那现在已经站了5个小时了。对。那你就一直在这儿看着这口井是吗？现在呢是30号的凌晨1点半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生产资料市场附近的公平西路与临河街的交汇处。那么虽然现在雨呢已经从暴雨转到了中到小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临河街的一侧依然存在着很多的积水。那么这个积水的厚度能有多深呢？我们来测一下，大约有10公分到8公分左右吧。那么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临河街一侧这个路面上的积水呢，大约有2/3的这样的面积，这样呢也给过往通行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据吉林省高速公路指调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上午10时20分，珲乌高速农安北收费站因路面积水入口关闭，沈吉等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民航方面，受雷雨天气影响，截至今晨6点半。长春龙家机场共有25架次航班延误，机场方面友情提示，受近期雷雨天气影响，可能导致部分航班延误，请广大出行旅客持续关注航班动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那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厅7月30号0时39分联合发布洪涝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长春中西部、四平中西部部分乡镇发生较严重城镇内涝、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提醒当地相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据中国天气网显示，吉林省今早挂出的预警信息共有12条，德惠、榆树等多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注意防范。继续来看最新闻，降水无疑考验着一座城，但对于那些处于上蒸下煮的城市来说，对于雨后的清凉可能会有一丝羡慕。在吉林，这种夏日清凉几乎是常态，22度的夏天指的就是这里了。没错，吉林的确是休闲养生、消夏避暑的好地方。盛夏时节早已告别雪季的吉林省内各大滑雪场并没有沉寂，反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夏日不打烊，林碧水秀的自然风光、形式多样的旅游项目让前来观光的游客流连忘返。在距离吉林市主城区15公里外的万科松花湖滑雪场，冬季银装素裹的林海雪道如今被夏季的绿水青山所取代。这个夏天，度假区以家庭为主题开展户外踏青、消夏避暑项目。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根据很多这个雪友们的喜好，开展了一些小众的运动，比如说山地自行车，然后我们水上基地有这个帆船、桨板、皮划艇，包括我们空中有这个航空的飞行，就是滑翔伞、热气球，然后配合这个家庭度假呢，我们给这个很多家庭的这个应该度假人群提供了一些这个度假场景，比如说夏天我们有这个彩虹滑道，然后有小朋友喜欢的这个熊猫雪儿的旱雪体验。除此之外呢，其实夏季我们还有很多惠民政策，比如说吉林省内的老人、65周岁以上的、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军官，然后持摄影家协会证件的，包括我们的业主可以免费乘坐缆车。乘坐登山缆车尽览湖光山色，让夏日前来观光的游客大呼过瘾。青山绿水的，然后的话，我看现在那边又新出了什么彩虹滑道吧，还是比较不错的。刚才那个也试玩了一下，挺好，比那个冬天那个雪圈好玩一些。对。然后的话，再加上刚才那个坐缆车上到山顶上，确实空气好，再加上风景也非常漂亮，拍了不少照片呢。距松花湖1小时车程的北大湖国际滑雪场，冬季总占地面积126公顷的雪道，如今变成花海。山地骑行、皮划艇训练、高山徒步、攀岩、露营，结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该地积极打造青少年户外营地，让夏日的雪场也热闹起来。
在吉林市北山的山体里，一座由防空洞改造的四季滑雪场吸引着专业运动员前来训练。吉林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是亚洲首座具有国际水平的全天候标准化滑雪专业训练场地，常年零下十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为冰雪运动爱好者在夏日提供了全新的体验。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这个中小学生的一个初级培训啊，也是夏令营啊，搞这个活动呢主要还是从中选拔一些更优秀的孩子们能够冲天到咱们专业一线队伍当中。这个白天啊在这个全营十三小区中进行滑轮训练，越野滑雪夏季滑轮训练，这样的话呢更有利于孩子们在滑轮过程当中一些技术获得，然后再通过在雪上呢能够来找找差距啊不足啊。除了景点景区，城区内也不乏观赏娱乐项目。长春市文化广场新歌社的建设一直牵动人心，今儿新歌社完工，我们也迎来了新朋友，400只白鸽。据介绍呢，这次引进的品种为白王鸽，羽毛洁白，极具观赏性。但是要提醒大伙儿，为保证广场鸽的安全健康啊，在投喂服务正式开始前，请千万不要擅自喂食，等一等，稍安勿躁。这次的鸽子和原有的鸽子，区别在于啥？原有的鸽子就是比较杂，这批鸽子是纯正的那个白色的，叫白鸽王。今年年底大概会有一个数量上的增加。7月24号的话，我们这个广场鸽购买了一个200对广场鸽，在这个广场落户。由于这个广场的话，原先那个鸽舍它比较陈旧，是木质结构的。现在的话，我们就是经过这个4个月吧，我们在这个管理房这一侧的话，改建成一个新的鸽舍，混凝土结构的，然后有这个喂食活动区啊、孵化区啊，还有这个储物间。新的鸽舍的话，给这个鸽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这个环境，也为这个广大市民的话呢，提供观赏一个好去处。近日，一组笔尖上的长春手绘图在微博上走红，在他们的画笔下，长春呈现出别样风情。他们说，想用这些手绘图展示长春的历史文化和景致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春，爱上长春。我们的课程叫手绘实训的课程，大概是4周到6周，我寻思能有一个切入点，所以说把手绘长春就定为这个课题的切入点。因为我就是长春本土人，对长春也非常有感情，所以说才定这个主题。30岁的杨军今年负责教授长春师范大学环境艺术设计课程，让学生手绘的长春建筑街景并不是一时兴起的想法。当时是2016年，我暑假的时候就是去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这几个国家，那个时候这些城市就非常有人文情怀，街头艺人非常多，他用自己的画笔来勾勒出这个城市对城市的印象。然后回到长春之后，也有画一些画像的，像南湖公园啊，但是大多数都是以画人物为主，很少有画建筑的。所以说，我想看看能不能让学生们用自己的画笔来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长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杨军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长春对于这些刚刚步入大学的外地学生来说还是有些陌生的，正如1000个读者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是山西长治的，其实刚开始就是在手机上看到的照片和真实的长春其实是有挺多的区别的。例如说真实的长春，它给人的感觉不像很多的那种省会城市一样那么的快节奏，它让我也有一种自己家的感觉。每年夏天，长春这个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都会注入一大批新鲜血液，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怀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对长春的好奇，涌进一个个校门，开启令他们一生难忘的大学生活。他们的经历在手绘长春课程中就被搬到了画纸上。我是河南新乡的，我第一次来长春的时候就是高考，长春师范大学录取我之后，然后我没去过长春，然后我就对长春特别好奇，然后自己一个人买了火车票，然后说来就来了。见到长春第一个建筑就是长春站，所以对长春站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23名学生历时1个半月完成了400多幅手绘长春的画作，
杨军说，希望少年初长成时，笔下勾勒的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斑斓的青春，更是长春独有的人情与温暖。近日央视新闻联播连续三天上热搜，圈了一波粉儿。主播康辉表示，粉联播您有眼光，从奉陪到底到令人喷饭，从直吃搅屎棍到讥讽怨妇心态，主播康辉怼的是不是特别过瘾？对于国际锐评成网红，他还有哪些看法？先来听听主播说联播。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说什么？说热度，不是天气的热度啊，是新闻联播的热度。联播连着上微博的热搜榜，又圈了一波粉。首先我得说，粉联播你有眼光。大家都赞我们总坛的国际锐评最近对美国队的金句不断，从奉陪到底到令人喷饭，从直斥搅屎棍到讥讽怨妇心态。也有很多朋友问我，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痛快，特别过瘾？跟您说实话，播的时候没想这个，想的就是怎么体现出堂堂正正中国的立场、态度和气派。中国一向是讲道理的，中国的媒体也是讲道理的，对事不对人。可如果美国一小撮人总是兴风作浪的话，那对不起，对事也对人，对的你灰头土脸，对的你哑口无言。而且对的时候，我们始终气定神闲。大家也在感叹说，新闻联播好像不是过去那个新闻联播了。这我得纠正你，新闻联播还是那个新闻联播，该高大上绝不低姿态，该接地气也绝不端架子。这样的联播是不是还得上几个热搜？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截至今天中午12:55，上映五天的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累计票房达到了9.57亿元，超过《大圣归来》在2015年创下的9.56亿元纪录，成为国产动漫电影新票房冠军。这个画着烟熏妆、有着鲨鱼牙塌鼻梁、这锅盖刘海、像个熊孩子的小孩子，就是电影的主角哪吒。谁能预料史上最丑哪吒居然刷爆网络，成为大家的心头好，见证了中国动画电影的高光时刻。哪吒就是魔丸，这是魔丸转世的妖孽，我用乾坤圈才压制住他的魔性。我施了天劫咒，天啊。7月26号，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首日，成为中国影史首部单日过2亿的动画电影。7月28号，哪吒之魔童降世官微宣布票房破7亿，刷新国产动画电影单周票房新纪录。此前这部作品已经创动画电影最快破亿纪录。出品方光线传媒股价涨2.07%。近年来国产动画吸金力越来越强，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累计票房达9.56亿元，2016年《大鱼海棠》票房达5.64亿元，今年《熊出没原始时代》累计票房达7.14亿元，目前《白蛇缘起》累计票房达4.49亿元。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啊，这个正像最丑哪吒一样遭到了白眼儿，经历了争议，承受了讽刺。但是呢，电影完整的故事情节、紧凑合理的节奏、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和巅峰的视觉效果，最终打破了成见，换来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导演饺子其从事动画行业17年后，终于度过了人生当中的至暗时刻，不认命，让自己狂野一把，给追梦人鼓舞和力量。这次哪吒形象虽然和传统印象有些颠覆，但从其中也能找到导演自己拼搏的影子。我自己命自己扛，不连累别人。您选用哪吒这个题材，但大家不得不提79年那个经典在先嘛。那您最早的时候会不会太有这种被对比的压力呢？对比的压力是肯定有，不过79年的那个呢也不是原作，就是说它也是改编之后，所以才变得那么优秀。在原作当中的哪吒形象真的有点不堪入目，就是改编关键是要符合新的时代的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世界观，这才是最重要的。大圣，巨灵神是不是力气很大呀？很大。四大天王是兄弟吗？是姐妹。那哪吒是男孩吗？女的。那如果不拿79年的那个哪吒闹海做对比的话，那之前的大圣归来也有过很不错的这个成绩，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您增添一些压力呢？倒不是压力啊，我觉得大圣归来给我的是动力。
因为一开始呢也不是说我要跟他对比这个哪一个的票房高，以前在他出来之前大家最迷茫的是什么，是不知道是有没有这个市场，就是投入之后到底会不会有回报，这是最可怕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意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有预料到就是这个片子现在算是一个处于未播先火的状态吗？这个确实没有预料到。虽然之前呢我们在做剧本都努力做到最好，其实也觉得一定不会差，但是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好的反馈。现在我觉得观众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认可了，我没有更高的这种奢望，我觉得打分我已经超出我的预料了。至于票房，我觉得我们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已经是倾其所有，所以我感觉也挺坦然的，就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能够坦然面对。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从《白蛇缘起》到《哪吒之魔童降世》，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人的不认命、不服输，也见证了国产动画电影在逐渐崛起。当然，中国动画电影要成为产业、走向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曾经，迪士尼制作改编《花木兰》是中国人的痛。今天，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走向世界，《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这些都见证着不同题材的国产电影与好莱坞制作在不断的缩短差距。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底蕴深厚的中国神话故事做支撑，有中国动画电影人不服输的精神，中国动画电影未来可期。也许真的有一天，我们可以开启封神宇宙，媲美梦工厂、皮克斯、迪士尼。好，接下来360度秒读天下资讯。关注第十二届东北亚博览会筹备情况，本届博览会将继续设立台湾商品展区和香港商品展区。台湾商品展区内连续多年参展的公司达到60多家。今年台湾商品展区由6大类组成，来自台湾的凤梨酥、牛轧糖、高山茶等精美食品也将参展。以创新香港为主题的香港商品展区将展览展示近130个品牌。从7月19号到9月30号，延吉市新增由中国南方航空开通的直飞青岛往返航线，每日一班。新开通的延吉至青岛航班号为 CZ5411，每天下午5点从延吉起飞，当晚7点15分到达青岛。青岛至延吉航班号为 CZ5412，每日晚8点15分从青岛起飞，当晚10点15分到达延吉。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5.6%，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2018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77岁，健康预期寿命68.7岁。居民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带病生存，说明我国老年人患病比例较高。国际方面，鲍里斯·约翰逊上周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内阁，新政府将按照无协议脱欧的假设开展工作，而欧盟方面则坚持不会与英国重谈脱欧协议。近日，巴基斯坦一名新闻记者在网络上走红，他在报道该国旁遮普省一处地区的洪水灾情时，站在了与下巴齐身的洪水里，只露出头部和一只举着话筒的手。对此，有人觉得他非常敬业，有人则认为这种做法太疯狂。时光匆匆，往事如风，在夹缝中品味历史，丈量生命的温度，来看光阴里的故事。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却为维护世界和平负重前行，生死总离他们很近，他们却为和平甘愿牺牲。他们就是中国维和军人，头戴蓝盔为和平而战。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本期光阴我们一起认识联合国维和部队原军事观察员郭晓斌，听他回忆蓝盔岁月，向维和英雄致敬。初次见到穿着随意的他，你一定不会想到他曾是三赴维和前线的中国军人。然而想成为一名维和士兵并非易事，需要经过层层选拔和极其严苛的考核。每年呢大约有100人左右，
这个维和军官的选拔。那么首先选拔的时候呢，由初选，最后呢要参加全军组织的考试，然后统一参加培训，培训时间大概是3个月，培训的科目呢，大概有10几门的课程，3个月后呢，成绩合格者方可毕业。考试合格的毕业生将在未来一年不同的月份被分配到不同的任务区，而郭小斌的维和第一站就是条件异常艰苦的西撒哈拉。西撒哈拉最危险的呢是地雷，因为当时呢这个冲突双方在双方的这个缓冲地带布设了大量的地雷，虽然后来呢这个经过一定程度的这个排雷，但是呢因为西撒哈拉它是沙漠啊，它主要是沙漠，很多地雷都埋起来了，而且呢这些地雷呢会这个随着这个浮沙的流动啊，它会变位置，就离我们的车只不到半米远，就那个雷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你要把这个雷啊标注啊，就是拿一个手持的这个 GPS 啊，你要测出这个地雷的这个位置啊，经度纬度拍照，然后把这个巡逻报告发到相应的排雷部门。有了维和士兵探路在前，紧接着就该专业排雷部门登场了。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根据位置信息移除或引爆地雷，最大程度地消除安全隐患。面对沙漠里无处不在的地雷危机，郭小斌却从未想到过退缩，反而更加激励了他守护和平的决心。那么呢，我给自己定的就是说首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啊，出去以后呢不仅代表个人啊，也代表着自己的军队啊，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啊，一定不辱使命。在顺利完成西撒哈拉的维和任务之后，郭小斌主动请缨，二度奔赴维和前线。这次的目的地是局势更加动荡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枪林弹雨，爆炸骚乱，这些远离我们生活的场景真切地发生在达尔富尔这片土地上。救死扶伤，修路架桥，维和蓝盔的出现就像硝烟中一抹和平的曙光，为当地民众带去了希望。不过维和部队并没有隔离战火的光环，危机环伺，士兵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达尔富尔最危险的呢就是这种对针对联合国人员车辆的这种伏击，这是最危险的啊，针对联合国人员啊，这个轻则勒索钱财把你钱抢走啊，那么重则呢就是把你人绑架，甚至针对联合国维和部队啊，这个直接开枪啊，这个非常常见。所以说这个维和啊，这危险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啊，它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29年来，有无数中国军人和郭小兵一样战斗在维和第一线，用流血和牺牲为流离失所的孩子筑起安身一隅，让饱受战火的难民远离病痛折磨。不经历战争，不知道和平的可贵，头戴蓝盔肩负的就是和平的使命。如果有人问起和平是怎样一种颜色，我想答案肯定是蓝盔蓝。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声，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近日面向香港深圳湾亮起巨幕五星红旗，国旗点亮了整个深圳湾，也照亮了华夏儿女的心。这一刻很容易想到对岸的元朗，想到血脉相连的香港同胞。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和陪伴，明晚再会。